好，大家晚安，我是 Masashu。那正在进行的是第四次的 The Cap 的，就是洞穴的实况的录制啊。然后今天是除夕夜吼，那大家 新年快乐啊，呵呵，万事如意，心想事成啊，呵呵呵。哎呀，好了，还是废话不多说，现在时间是11:35，那我就先继续录制这款游戏啦。那好啦，你继续吧。然后明天还要上班哦，所以大约还是估计会录个1个小时多，最多2个小时吧。然后上次有发现，就是我会录到一半就突然中断，那是电脑的关系吧？应该是不知道程式的问题还是怎样，就是我只要每录10分钟，它的影片都会自己存档，然后存档的时候它就会中断，可能那时候 CPU 负荷不了，然后就断掉吧。好吧，我今天试试看，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就是。就可能就是只能这样子啊，就一直中断，一直中断，一直中断这样子。好吧，上次这边我来过了，呵，安安电鳗，新年快乐，新年快乐，你这个电鳗，哎呦，要电我，电不到了。然后上次我们的那个未来探险者被吃掉了，被那只狗吃掉了，什么声音？被吃掉，然后就不见了，呵呵。然后这边，哎呦，狩猎者播客第541天。水晶洞穴洞怪物又跑出来了，它还很饿，所以我在它最喜欢的食物附近露营了住下来。当我听到它的呼喊时，狩猎也开始了。哪里啊？派 克啊！呜呜呜！我没碰热狗啊！没有电池的磁带录音，不要用枪指着我！哦哦，fuck you！哦。竟然开枪打我！我没动这个狗啊，你干嘛莫名其妙？我把你的录音机拿走，呵呵，没电池的录音机。好吧，先不要靠近它好了。等下开枪打我，你这个肥女人，莫名其妙。好吧，你是乡巴佬，乡巴佬的时候帮你修录音机。这边有什么？什么声音？我听到那个啊，有，只要有这个声音，就是可以获得什么？创造物中的百万年什么东西啊？随便啦、啊 这边有什么？这是 No Piano 什么意思？然后就是哦，那你这是不有两个人在这边相扑吗？这是相扑的图案吧？莫名其妙。好了，这边有什么？大哥。你吓到我了，哎，我过来了，安安，哎，哦，你没有死啊，哎，你没死哎，呵呵，没死，所以嘞，重点是，哎，骑士哥还在这边呢，耶，哦，不能直接跳过去哦，好吧，我们骑士哥去上面留守，我们的另外两个在下面。下面先探索一下，好吧，这边回不去了。那这边有什么？跳。那边好像没东西。哦，哎呦，摔死了！呵呵，好吧，让我们的时空旅行者，我们的飘飘小姐，嘿，跳，跳。哪里口人？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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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被压死了！拉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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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这个要干什么？推！哦，压了，压了！哪里？哪里？怎么了？你还好吗？死掉了。哎，你啊，一直死掉了，超烦的。你在干嘛？哎，在哪里？不用你推了。那边哦，我知道，我知道，要让那个下去。没有。哎，没有。好呢，在干嘛？莫名其妙，好吧，乡巴佬再来。
泰山压顶，没压到，泰山压顶，又没压到，我不是故意的，大哥，我发誓我真的不是故意的，还是不行啊，奇怪了，好吧，我们走下去，下不去啊，这要干嘛？喂。这有什么吗？哦，有机关、杠杆、拉，这有什么？这是什么的图案？The Trigon attacked, attack here, vital。所以这边这边要干嘛？那可以拉起来，然后嘞，这边可以下去。These three. 坏掉的机 I器人。had high hopes when they first arrived, but you'd be surprised how useless a clown can be in a high pressure life 坏掉的机器人。哪里？死亡电子。啵啵啵啵，爸爸啵啵，死亡电子。get。Pro tip. 高级骑士。Battery probably needs a charge. 还需要充电。Its owner hasn't had 那主人最近都没怎么听。啵啵啵啵啵啵。不不不不，唤醒小气鬼，唤起来！他醒不来，好吧，我们获得电子。不不，哈哈哈哈哈哈！好好玩哦，干嘛玩别人的尸体啊？你这变态！宝宝，不不，宝宝，哈哈哈哈！你这乡巴佬，手痒，怎么都要给按一下，哈哈哈哈！人家死掉，你还玩人家的鼻子？感冒，喂，这里是干，受不了。所以如果我放开的话，好吧。那我这是大门操作台，这就是小。哪里？能赢得他的芳心的绝佳礼物。小熊，这是我们乡巴佬的故事。乡巴佬还告诉，还是过不去。所以这个要拉住，哇！我们应该让我们的旅行者穿过这边的，因为这样他才能够穿过去。好吧，我们需要我们的骑士，骑士大人。Let's 啊！我该用他的无敌，他的无敌那么好用，嘿，破无敌。这里吗？嘿，不是这里。我们下去，嘿。这边两个香扑，这里不能香扑啊，好吧，不理他。这边下面有路。这是哪里？玫瑰啊。我知道，我这边是绕回来的地方。安安。没死，呵呵，这是绝瓦流。好，让我们的这个来拉，拉，然后就可以过去，耶、yeah!！拿到死亡电池，the dead enemy，不会，电池我不会念，定量电池，哈。乡巴佬闯天下，乡巴佬帮你把收音机修好。需要充电是吧？前面有电鳗啊，我知道了。电鳗。喂，来帮我充电。五点，闪闪发亮。Well, it looks like that battery is all charged up now. Yeah.不是这里，呵呵，
我错了，看一下我们的这两位，这两位完全被卡在这边，好吧，不理他们。应该先把那个充满电之后，那个家伙就会帮我们吧，应该是这样的。这边吧，哎，我帮你修好了，呵呵。啊 ，fuck you！ 啊，那你，我帮你修好了，大哥。好吧，不理你。你们这个生气干嘛？钱包佬不会使用，你会修建也不会使用，莫名其妙。录音机，录音中。所以呢，现在干嘛？来，我们选手交换一下。你不要在这边，你给我下去，你给我拉那个门。我们来换时空旅行者，然后骑士大人换手，你拉骑士过去。交换。录音机 ，get。Well, whatever else happens down here, our heroes could always consider careers as nature documentarians. 收卡，录音机，然后拿那个声音给那个家伙听，因为我们不会讲话，我们缺乏语言沟通啊，这样还要透过录音机的方式啊，怎么那么悲哀？哪里？你又射死我，还讲这样的话，莫名其妙。然后嘞，你要把我打死了，莫名其妙。现在嘞，你要干嘛？人呢 ？Hello， 没人，好吧，我们通热狗机。好吃的热狗。All of that for a Frankfurter. At least it's kosher. Kosher. 来，我们有热狗。我们去诱惑那只狗。Go go go！ 来来来。那只狗会来吗？好吧。慢慢的。来了。人呢？人没来过来。来。哪里？你给我回来！就是安尼，来。我没掉下去，吓死我！我掉下去，我快掉下去了！你在开马后炮？你是疯子，你个疯女人！I suppose it's true what they say. If you want to make an omelet, you have to consign the last member of an ancient species to oblivion, while destroying someone else's lifelong dreams and desires. 你这个疯女人！没死，莫名其妙，这里又是哪里？老标志，唯真正的大师才能打开启迪之门。这是猴子吗？启迪之门是大师门，这感觉是那个叮，哪里好了 ？Will you save us？ 你会救我们吗？直问呢 ？I don't know。我不过是个假冒的骑士，莫名其妙。这是什么？老标志，
对于处于平静状态的思想来说，最轻之物也变得最重。哦，糟糕！哦哦哦！哈哈哈！这有什么？这边有什么？喂，我怎么那么高？这是哪里？你这楼梯也太大了吧？在干嘛？哦，支撑。这应该要靠那个谁，那个谁来的？那个叫什么来的？那个武真吧，还是那个修行者吧？用他的念力把那根吸过来，然后这石头就掉下来，应该是这样。好吧，不管了，我们没有他就算了，应该会掉下去吧。算了，我们继续往前走 ，Let's get out，keep moving。被拿到了，这有什么？哪里口的？哎，船呢？的下下下下下下，耶、yeah, ，go go， 大哥，你们也推一下嘛！哎，老汉推船，推推推推推，哎，另一个没上车啊！来，骑士大人，耶、yeah, ！哎，你怎么不是掉前面吗？好吧，推。等我，大哥。哦，有有 ，go go go。海南滔滔，我不怕。谁手小调吗？不是谁手？哦，鲨鱼。嗯旁边都是鲨鱼，你们现在还敢过去？哎 ，now。哦，到了。哦。你被拯救了 ，rescue， 谢谢了。终于能离开了，白罗尼蒂。小老，小老。I'm going to go collect my stuff and get my beloved dog Spanky so we can get that. Beloved dog. Beloved dog. 小老。And now. Well, from stuck in a cave to marooned on an island, stuck in a cave. 困在洞穴被流放到井中。Exactly looking up for our friends now, are they? Yeah. No, they're not. 笑屁！你这个洞穴，你这个会讲话的洞穴，莫名其妙。三小时旅程，哎，嗯哼，丁武，哎是什么？执行管道，执行管道，不、哦，这是水手，水手的标志啊！我觉得我应该先走下面哦。船上只能住下三个人 ，nice ball， 吵死了。这有什么？那、啊、哪里？这里要干嘛？这里什么都没有。All right， 还是走上面吧。看看上面有什么。那我们来乡巴佬打前锋。吵死啊！闭嘴，小老，小老。哪里？嘿。又是你。哎 ，Spiky。我们正好加入这场大营救。小不了。I'm not sure how to break into that adorable old hermit, but their boat only seats three people. Might I suggest to our three friends that they move the boat across the island very quietly? Shut up. 哪里？咦，拿到？哪里口的？他的曾祖父，哦，古早时代，哎，四通管道，所以我们需要我们的二号选手，哎，二号选手，嘿，我们的骑士大人，然后我们的时空旅行者，所以我们要把船弄到另一边去吧，好吧，我们用拉的，噔，所以说我大约知道我们要干嘛了，我们要让下面的那个水可以满起来。Yes， 很好，找骑士大人 ，Go Go Go， 骑士大人 ，The Night， 吓到，海盗旗，哦，
哪里发生什么事呢？什么都没有，我可以跳那么高、哦、冲冲冲，吓到吓到这旗子可以干嘛？我开启了什么东西吗？这里干嘛？哪里摸哪里？嗯？哎。When I get back to civilization, I'll be a chess wizard. 不是这个。Rescue! Shout out! Shout out! 莫名其妙。哦、oh. ，跳，推，游戏，跳，哦、oh, ，骷髅头，拉，然后呢？什么都没有。哦、oh, ，对，对，哦，后面的火山在爆发耶，浓浓的岩浆。喂，哇，哎呀！这有什么？哦，哦，看到下面有东西。好，我们去前面的那边看看。跳，在这边可以钻东西吗？不了，好吧。这边有什么？你不要爬起来，架下去。再一次。好吧，这边没路，那我们只要往前走，看看有没有让这个水停止。有没有直的跟十字的？有没有弯的？水管工人吗？你们怎么过来了？这有什么？大哥，上不去啊！我是迪罗汉，你们什么可以拿的？啊，有了有了。玉米罐头欸，破解包，破解什么包？汉化破解包，叮叮，破解包。现在时间是12:00，好啦，那目前我录制还 OK， 好吧，那可能是上次那个地图比较烂一点，不然就是我的电脑状况不好吧，呵呵，那这次录制的比较顺利一点，欸砖有了有了有了，这边呢？北朝。哦，这个，等一下，先不要拉。哦，有了，换人，四通管。四通管，下不去了。下不去了。我帮他下不去，放开。对，这有什么？下去看看。哦，有外面在放鞭炮哎，不跳不啊。Fire! 这里也不能跳，那我怎么过去啊，大哥？我要吃东西，吃东西。吃不到。咚咚，莫名其妙。应该有什么水的开关之类的吧？啊，不管了，先去解别的东西。这里有什么？跳。哦，有个梯子。哦，我知道了，来我们的四通管。四通管十字架。喂，解关一下，你怎么可以无视他这样爬上去？哦，有了有了，砖，咚，
哦，熊熊，熊熊熊熊熊，熊熊压起来，熊熊脸，哦，可弯的 L 型管道，这什么 ？A broken heart， 哦，心碎了，被一个普通强壮的男人，哈哈哈，哦，心都碎了，呵呵。所以这个故事，它这个游戏应该是每一个人物都有一个自己的故事吧，然后它故事都是很搞笑，不然就是很莫名其妙的。好吧，我们回去看一下，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感觉。哎呀，二换小巴了，看看那边有没有可以吃的。有没有？没有。好吧，咱们去看看别的地方。嘿，这有什么？比伯，除了比伯还是比伯，还有谁？也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你要建一个塔台，你莫名其妙。哦，有了有了，管道，插，然后跳跳。哦，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然后看一下哦，这边有什么东西？哪里口嘞？哦，哪里口嘞？这个上不去啊，大哥。下面有什么？fire！ 这里嘞？哪里？这边是有什么 HLG？ 炸弹，大腿骨。哦，我们需要。哦，我们需要，我知道了。好吧，我们先开动。水闸，有了，有了，有了。水闸，这水会漏掉吗？不会，很好，继续漏。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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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啊，就这样，没水了，大哥没水了。拉，很好。不叫你坐起来，推到另一边。耶！然后跳，下面有开关了。开关不能用。好吧，我们应该再把下面那个炸掉。好吧，我们先跳回去，不是这里。然后乡巴佬在那边，然后在这里。哦，有水了，有水了。哦，等一下，提示嘞，提示给我过来，你去搭乘热气球。很好。骑士先过来，然后你去开开关，换骑士，然后就可以跳过去。那我结果跳不过去啊，换手。过来，拉。水蒸气，然后就跳下去。哦，我摔死，我得栽吼。我们需要无敌，不用，我们在这边，然后跳下去。有了有了，杀回了，放手。这不能用吗？这没有吗？这不是我们的。好吧，这不能用，那就去死吧。后来，启动开关，飘飘乐，飘飘飘飘飘飘飘，有了有了，重见光明，就这样，就这样。
那就行了，就只是这样而已。那你就直接走回去好了吗？你这边那边闹，只是比人家快一点点而已，那边搞笑。好吧，咱们回去拉另外两个海盗旗的那个开关。安安，新年快乐！莫名其妙，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海盗旗杆，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拉。啦啦啦啦啦！哟西！啦啦啦啦啦！哟西！大腿骨，拿大腿骨干嘛？大腿骨，那干嘛？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推推推推推，应该是这边吧。然后呢？好吧，我们先大推骨，应该可以把它点了吧？好吧，我们去找龙岩哦。嗯，大哥哥嘛，大腿骨。我们需要可以点火的东西。嗯，怎么让那个火烧起来？那你们两个在干嘛？哎，机关可以好了。好吧，我们回去看看。嘿。双手。大腿骨，大腿骨嘛，大腿骨启动，然后你给我回来，大腿骨。我们是需要找什么点可以点火的东西吗？Rescue， 下不了，下了。OK， again。喂。所以呢，我们要干嘛？我们拿着大腿骨。我们需要找个皮石头。大腿骨，大腿骨啊！我知道了，我知道了。我们前面有那个什么玉米罐头什么的，刚才说不定可以拿来用。现在时间是12:10，破解包，破解什么包？微软破解包，还是什么破解包？破解包，破什么解什么包？会烧起来吗？哦，人烧起来了，盒子烧起来，整个都烧起来了。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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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玉米罐头，完全不知道干嘛。破解包，用破解包点火吗？破解包。
哦，然后嘞？要怎么点火啊，大哥？嗯，わからない。わからないな。啊，对。嗯。Not here。嗯，大腿骨，好，我们去右后狗狗啊，瞎老，瞎老，嗯，回来了，来狗狗，来来来，来来来。大腿骨，右后骨骨 ，rescue， 下来，然后嘞，重点是那个虫还在下面呢、啊，我们怎么样？然后刚刚游戏又突然断掉了哈，然后我又重跑了一下那个。进度哦，然后我发现我可以拿那个破解包，然后诱惑那只鹦鹉，然后一只那只鹦鹉就会跑到我的那个破解包上面，然后目前还不知道可以干嘛。好、哦，那目前我都不知道怎么破了，都不知道怎么解那个，就是怎么让那个炸弹爆炸，不知道。瓦格拉奈，然后这只鹦鹉不知道干嘛哦。这只鹦鹉就跟着我，呵呵，跟屁虫鹦鹉，喂炸了！那只鹦鹉不知道去干嘛，好吧，带它，要去哪里？不跟我，好吧，拜拜。然后这边不知道你干嘛，坏了。这边不知道干嘛哦，莫名其妙的，无敌。这边干嘛？喂。好吧，我们交换一下。喂。这里干嘛？这里不知道可以干嘛？这边要干嘛？我不在呢。好吧，我们然后大灰狐对那只狗又没有用，你再被冲下回，算了，我们去别的地方。喂。被压死了，好吧，我们去看看能不能干嘛？到底要干嘛？莫名其妙。炸弹。好吧，我们把炸弹推去，看能不能引爆它。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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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现在时间是12:30。有了有了有了，哦，给你，推下去推下去，有，我知道，原来如此，大哥，距离不够啊，大哥，搞笑，莫名其妙。浪费我的炸弹，好吧？怎么又剩出一个？我记得不是两个吗？好了，不管了，这边应该是需要三个吧？但最后连续炸弹，连锁反应，我知道吗？游戏玩那个连锁反应嘛，
可以破坏对方的心情卡、魔法卡，哎，不是，就可以破坏对方的一张卡片，然后他手牌里面的卡片，同样的卡片都会爆炸。刚才那个什么，就说黑暗大法师怎么破解他，就是用连锁反应，是不是这样？我不知道，呵呵呵，我也很久没玩了哈。好啦，这不是重点啊，重点是我要拉这个炸弹。借我用一下海盗大哥，既然你都死了，那就捐出你的炸弹吧。呵呵，我用了炸弹不用吗？三颗炸弹，刚刚是在这边爆炸吧？所以我要推过一点，很好，这个位置就是这样，然后用炸的。啦啦啦啦啦，哈哈，啦啦啦啦啦，粉重超，超重，重到你拉不上去啊，大哥，搞笑、哦。嗯，然后在这边爆炸，哎，我要拉中间的位置，这里，很好，够。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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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哦，大哥，等一下，很好，哦，推，推推推推推，你可以，有没有？哦，有了有了，哦，僵王瀑布啊，洪水爆发啊，有没有？有没有？哇，不，有没有？然后呢？哎，我的船好像没拉过来哦。好吧，我们去拉我们的船。咱们去推我们咱们的船。船儿，船在哪里？船在心里。跳。哦，哎，我们还没拉。好，就是因为刚刚那个重来的关系哦，所以我的床还在这边，也要见怪哦，在我的电脑都受不了，不知道是城市的关系还是怎样哦，就是我就是录到一半就突然跳掉，应该是录制器的关系吧，就突然中断了，就是可能答案无法建设吧，然后就断掉了，呵呵，不然就是这游戏真的做得太好了，没有水哦，船这样都不会坏掉，呵呵，超厉害的。然后这边有个开关，咱们就可以开。喂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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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咱们的船呢？船，推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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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哦，我知道那个蒸汽船要干嘛的，我现在才知道，就是要在这边嘛，然后就要跳上去，然后飞起来 ，Go！ 等一下，先等那个谁，那个你，就是你，蓝雨先上来 ，OK，Go！ 哎，不对，下楼。Nothing。哪里？有没有？哦，有。又洗推，推推推推，有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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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 finally getting off this island. What the? I think I've got everything I need. Get out. I'm off anytime. Get out. I knew he was going to be trouble. Right here in Island City. Fuck you. Trouble with a capital T, which rhymes with P, which stands for.Okay, that didn't quite work. But he's still trouble. Trouble with the capital H, which stands for hermit. 大哥。There, much better. 大哥，你坐了我的船。大哥，你坐了我的船。Time to cast off. I've got everything I need, I think. Who's he going to play chess with back in civilization? 哎，大哥，你坐了我的船呢。莫名其妙，所以我要干嘛？你在混球，竟然坐我的船，所以我现在干嘛？我的船被占据了、啊，大哥，你这死老头！
你好意思坐在那边？船是我解谜的，我送过来的，你竟然这样就霸占我的船，莫名其妙。我去找你家的鹦鹉。鹦鹉，鹦鹉哥，来来来，啊，这个乖，咱们去找你的臭老头。喂，这些骨头来干嘛？哦哦，啥事啊？这玉米干啥干嘛？吵死啊！你两个畜生，不要吵！嗯，要干嘛？这关要干嘛？玉米罐头可以干嘛？不知道，我不懂，我不懂，现在要干嘛？好吧，我们去找臭老头。哎，炸死啊！Oh, my dog! Your dog! You wait here and I'll be back in a flash. Oh! Leave without us! 我觉得会离开你的。It's his own seat, so someone will need to swim. Fuck you! 管你哦，我要赶快跑。闪人！赶快闪人，快点 ！Go go go！ 哎，那老头嘞？老头不见了。哦哦哦，给你给你给，二十，来来来 ，Go go go， 拜拜。呵呵，我虽然不是律师，但海山法明文规定，抛弃允许抛弃令的什么？看到这三个人的困境相比，孤单隐居者遭遇但什么东西？我就是很想知道今天晚是不是有人学会的教训，可能是你们和我，我恐怕不会是他们。We shall see soon. Yeah, 过关。呵呵，我们抛弃了独居的老人。耶，他怎样跟我屁事哦？莫名其妙。呵呵。嗯。哦 ，The cat。Okay, 哦，再一次降落，再一次从高处掉到下面，这是什么？嗯，这里有面锁，咱们需要钥匙。所以这玉米罐头大家干嘛？这玉米罐头后面没有用嘛？莫名其妙。哦，这里好面锁啊！哎，我是不是回来了？嗯，安安。你真的够久了。难。烦人的小丑，哦呦，我遇到，呵呵，我还玩他的尾巴，我还玩他的鼻子。嗯，哎，这三个好面熟啊。哦 ，X 卡利法跟小丑那个。嗯。Yep。哦，这三个是我收集的东西吗？哦，原来如此。嗯，所以我拿到这把钥匙，迷你钥匙。哎，怎么只剩我一个？我还有六人。好啦，我绕了一大圈，结果又回来这里了。好吧，开门。员工出入口。这是什么？这两面锁。这里我是不是来过啊？啊？什么声音？哦。对啊，这个我来过啊。
怎么样？这个不是本面手。啊，这边有烤肉狗，哎，这边一样嘛，你看，同样的东西你还想唬我，莫名其妙。哎，这不能开了。我这边怎么没水？这边是哪个时空的？哎，这边是设置之前吧？怎么都没有？哦，对耶，还是狗狗嘞？狗狗也不在，终于还没吊起来。这边是几百万年前的世界吗？哦，好啦，不管。现在时间是12:40。那只狗不在，呵呵，狗大哥不见了。对，现在我要干嘛？哦，哦，怎么是岩浆？岩浆。这边会有炸弹，对不对？你要炸自己啊，呵呵。嗯，没有东西，很好。所以这边要干嘛？真真我干哪来呢？这里有什么？这边没东西。哎，你们两个攻过来，你还拿着那个看？安南你好，拜拜。你那个胖子，莫名其妙。好吧，应该又是要拿三个东西吧？大腿骨就掉了啦，你还拿大腿骨，莫名其妙。赶快走开！大腿骨，对，这里要什么？咱们的闭气胸。哦，这是什么？怪物张力学。大哥你好。哦，这边就是那三个，前面那三个吧？所以最后一个不会就是那个他同事吧？那个洞穴人，山顶洞人后代。他的真子孙，呵呵呵。普及包丢掉。哦，背上是宠红啊。恭喜糖啊。哎，你好。哎，你在这边啊。哦，怎么是拿你的狗？好，刚刚要断掉了哈，我要重跑一次哦，超烦的啦，呵呵呵。没办法，电脑不知道怎么搞的，不知道什么地方错了吧。好吧，我就抱走你的狗狗，拜拜。好，抱你的狗跑掉了，你在那边打滚吧你。这是电梯呼叫你。好吧，另外两个家伙呢？这里 ，go 怪物张力饼，那是水晶狗吧？然后咱们的拿着金块的未来那个时空旅行者，这 go， 就是。Go！ Go！ 要在他当电脑当之前把这边破完。好烦啊，电脑一烂掉啊，电脑真的快不行了，寿命快到了。哎，算了。电脑爆掉就来组台新的吧，呵呵呵。然后组个超级电脑。可以用实况的方式来录制游戏，就比方再用这种录制的方式，这样就减少跟玩家的互动，跟观众的互动。啊，你好。What a fabulous replacement trinket! Oh, that will do just fine. 用小狗狗代替。I don't think its rightful owner will miss it much. 他当然不会在意。哦，那只狗在流口水啊！哎，啊，我的另外两个人呢？另外两个人不见了，好吧，我拿了一个 Excalibur， 然后这里上来 ，Coco 和 Doco， 怎么只剩我一个？另外两个人，啊 ，My Apple 呢？我这楼梯怎么又臭又长的楼梯？哎，这也太长了吧，大哥，哎，哪里？哦 ，In over his head。OK, the die of the a key, 哪里？然后死掉了啊 ？The Kindle, 哦，对，这其实是搞笑的，结果还是死掉了吧？哈哈哈哈哈。His head, 在他头上。然后就死掉了，呵呵。然
然后换你，很好。安安。Oh, that is very nice. Very nice. Hey, not stealing if they didn't see you take it. Am I right? There you go. 哦，偷袭熊娃娃，呵呵。哦，这还是我的剧情嘛？这只乡巴佬的剧情。哦，好大只娃娃，呵呵。熊娃娃跳，熊娃娃跳，抱着熊娃娃跳。进来，进来，进来。有在时间大尿之，有电脑大尿之前，可能把这边录了。现在时间是1:55。被拒绝后的怒火冲天啊！我被拒绝了，被打枪了。然后呢，被复仇的猛火蒙蔽了双眼，哇、哦！放火烧了全部。所以，好，最后是换你了。That will look nice on the shelf. 所以这三个角色的剧情是这样的，天才才会做的事。Enjoy, yeah. 所以有七个角色对吧？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的故事啊。那我不就还要再破两次台，呵呵，还要再选另外两个角色。对，另外的，另外的四只角色，这样等于还要再破两次啊。因为会有一个被丢下来，这是什么 ？The pain is insufferable。然后杀那个，他杀了他。然后回来之后，因为英国关系上的麻烦，因为没有人发明轮胎，所以这个世界变得更混乱了。应该是这样吧，呵呵。好啦，不管了。然后呢？你可能觉得金毛很失败，不过不是的。对，我们的朋友们学会他们该学的会的东西，他们注定要选择只能通过悲惨和失望的道路的 point， 更不用说一些诉讼案和一场可能很尴尬的 TV 真人秀什么东西。但我知道你今夜离开后会对将来的面临的选择有些新的看法。有一天你会来探索我不可思议的深处，等我们在旅途中再次相见，我相信你会做出正确的决定的。 Yet because I'm the king. Alright, oh, 一个两全其美的产品，创造者 The Lord Samager， 看不懂，可没看到。很好，这个作品不错啦。好啦，应该了。所以这三个人，Welcome. Don't let my sultry mistake. 这也是再来一次的意思吗 ？Furious voice startle you for hundreds, thousands, tens of years. People have come to me in search of what they desire most. Few find what they are looking for. Even fewer ever leave. Welcome to the cave. Okay. That's me.The cave. Yes, yes, I'm a talking cave. Yeah, yes. Don't laugh. It makes dating hell. 现在时间是12:58。Story to tell you this evening. So pay attention. It's a story of seven people. 七个人的内心的黑暗。Into a dark place in each of their hearts. 所以这七个人的故事都是很黑暗的嘛？不是杀了人，不然就是害公主被风火轮咬死。可以叫1、2、3、4、5、6、7，这两个不算一个人吗？这边这个是算两个人吧？这边有1、2、3、4、5、6、7、8吧。Land， yet？ 好，那我看一下这个是我收集的东西吧。哇，长大之后，结果。被拒绝了啊 ，fire， 然后就烧了所有东西，哈哈哈哈。是谁？骑士。这是时间的，这个我没收集到。为了杀了他，然后到了未来，结果结局是坏的结局，呵呵。骑士。就他本来是个小孩子而已吧，然后看到有个骑士心脏病发，然后就冒充他的样子，然后要救公主，就死了，结果还是坏结局。双子，那就是探险者吧，僧侣，
生什么旅？好吧，所以下次这边的话还有另外几个角色。The Knight. He is on a quest for a sword of unequaled power and prestige. But will he find it before anyone else moving along? The twins. They just want to go outside and play. What could be more innocent than that?好啦，这个游戏就先录到这边啦，那它应该就是有另外几个是角色的剧情，那我再考虑要不要也把它录完，因为我怕到时候我电脑还是受不了，然后就断掉。好啦，那我今天就先在这边先收台啦，那现在的时间是一点整诶，刚刚好。好啦，那我今天先录到这边啦，那谢谢各位观赏，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可以按左下角的订阅和喜欢，那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万事如意。然后发大财啦，好啦，那我先在这边休息，先收台啦，那各位晚安，拜拜。